我在教大地球打游戏。Nuke， Nuke 核电厂。这张图那个点那个炸爆点是上下的，小心不要走错，返回 G2。没问题。好，这张图也打，这张图我会打。那么痒啊！我会丢蛋而已。啥十回梅花？关皮的阶级 ，I don't care。关皮的大地球很水，没有必要打关皮。关皮是跟他们这种新手排位是越低越好，这样才可以跟他们别的实况主一起玩。这样比较爽。他们只有三个人是什么情形？那这样还能开吗？可以啊，还行啊。所以他们会暂停，什么情况？这个不是五排才会开始啊，三排还能。他们那两个跑掉了，有进来然后再跑掉。那会重来吗？还是要继续打完？要打完。那、啊、我们可以离开吗？还是一定要打完呢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搞不好会直接结束，少两。没有结束。少两个是打个锤子。要结束倒数的时候就该结束了，叫他们投降。哎、欸，那么四个人呢？那还行吧。哎、欸，五个人，满了，加两聘是什么？七什么提神啊？对，不是对面怎么有个二聘的啊？怎么看啊？他家住在机房旁边，还两等呢、欸。这个人应该来炸鱼的，完了内场。啊，两个在装 C4 了，一个在你这边。我操！啊，这个都是个小。手色的 king 呢、欸？在左边那个通风管。哎呦，在左边。哎呦，可惜，哇，好猛哦！我这里。一个过，两个过，少一个。全都在逼老哥，你进手，老哥你进手。前面，你俩鸡掰。确实。过了，我看到过了。Fire the hole。后面有人、欸。Fire the hole。那个倒了，还有一个吧，外场。哎，不要！哎，你哪位啊？我操！要吓我啊？靠腰嘞！外场走了。哦，我前面有一个，正前方。Dear baby 1010。Nice。 欸，他一滴，他妈的，我要把扁了。Grenade out！ 还有一个。你爬楼梯？什么位置？雷神，我爬楼梯上去，妈的，突然有个人，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山上一个。山上的倒。有人啊！我操！吓我一跳。哎呀，我不在这个地方哎。这最后一个了吗？哦，在上面，就在那个。对，感觉对手好弱，没得打，不够打，好像不够你们杀哎、欸，不够杀啊，那要出考题啦。天台，天台那个倒了，我操，打抖音，我这边还有一个。如果是论实力的话，关皮的是在 level 几啊？ level 六七左右吧。对，十是最高。十是最高。那还可以。
表示不是我的闪是有点问题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的闪是出了点问题的，不好意思。不知道，要上去了吗？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地下室有人哦，丢错东西。应该是地下室的外墙，我绕了一圈。嗯，外墙进了。啊！不，有人哪里？外墙，在外墙，但我不确定。围墙是哪里啊？围墙右边。上面，我操！去你的！就是应该下去了。下面。哎，谁开门？下吧。哎！往前走。大哥，直接往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右边。你不要再射队友了，闪蛋哥。哦，没有，左边。我真的是吓死了。一滴。吓到了。啊！滴。左边拆包。不是你，我没有看到 ID， 我就想说左边站着一个露头，他蹲在那边想射我。喷子起的好啊。不是我要讲。没有啦，哎呦。不是，我是真的吓到。专杀哭打哎、欸，你谁都不知道就杀他哎、欸，好不好？公报私仇。这个地图的烟怎么丢啊？谁能教一下？我不会，我只会开枪。有一格，一格。妈咪就打头了，操嘞！看到没有 ？Nice！ 好，我们通常打起成这个样子。哇，这个游戏每一个地图都有不同的丢烟位置。那他妈的怎么记啊？嗯、哦，大狙真厉害！四十滴啊，这个他不十一滴，还有很多。有哇操！算二十滴的。谁开门？我关门。应该下地下室吧？啊，有人开门。好快的狙，这个二十滴，嗯，哦哟，抽到他的 PY， 你这把刀多少钱啊？好像是6万台币啊，没错，好帅啊，还会转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连市长，我生日了，快到了，那个我买给你。嗯，要，这游戏没有刀打不起来，这游戏没有刀打不出热情啊，一定要把刀。抱歉，这个外场不会淹，我等瞎淹了。啊，丢错了，没事。卖瞎淹就对。没事没事。OK， 我以火力掩护你，来。来，进地下室。哎，我靠，左边的箱子有一个。走了，去地下室了，老哥。管你个。过来了，阿斌过来这边。掩护。我放在珠子后面。珠子。哎，点上有人。啊！被他偷袭了，我的天。啊靠！我要没看到麦管子旁边，哎呀，没看到。教练，他就在你脸上，100趴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还有一个。Nice。得。哎呦，地下室也行。有人走地下室吗？九田，你不要紧张，你冷静点压枪，你要把准心放到敌人身上。我在教大地球打游戏。那右边吗？二的，看起来像右边。走上面吧，走啦，走。走上面走。反正吧，感觉没有刚刚那把帅哎、欸。一年真的被他摸到。发罗密，我们走左边进，然后走 AML。相信我。我同意，直接干。左转。左转。左转再左转。
走，小鸡巴鸡，走。在哪里啊？打光了。哦，死光了，好 ，nice。这里一个。哇 ，nice。最后一只在这。哦 ，nice。可以啊，有没有？恩子赢的，不可能输的。很扯。